例如说，我制作一个叫做目录好了，目录通常可以放在最前面，可是中文的文体，因为在座还有很多那个念硕士博士，我相信他一定知道中文有那个放在最前面的，又放在最后面的，所以我觉得不是要在这边，应该是在成功的成这边按一下 Enter 键。可以了解我在说什么吗？在成功的成，就第一个字前面，而不是那个标题前面。因为我刚刚点了标题，按 Enter，这是代表什么意思？就是我要删掉那个编号。我刚刚是先点了那个一顿号那个编号嘛，所以按 Enter，它就被我删掉。好，然后这个时候我再去做参考资料目录，然后。制定目录，然后点确定。这边你看我是不是目录就产生在这个地方了？我只是要告诉各位哦，因为我有正确的标题，然后我就可以快速产生目录。